每天进步一点点。大家好，我是波波老师，很高兴又和大家见面了。我们今天要讲的是一道有趣的等间距多次切割问题。来看题，说有根木棍，先用黄色的刻度线把它平均分成 M 等分，再用红色的刻度线把它平均分成 N 等分。如果我们把这根木棍根据刻度线给它切割开来，一共可以得到322根小木棍。在这322根小木棍当中，最长的小木棍有98根，让我们求 M 加 N 的最大值。大家先暂停看一下题目。好了，我们来看一下。首先可能有些同学还没有理解这题目它在说什么，那因为前面用的是字母，所以呢老师为了方便大家演示，我们用确切的数来试一试。比如说我把一根木棍平均分成9等分，再平均分成6等分，看看总共能分成多少小段啊。来，黄色线段是9等分，红色线段是6等分。大家观察一下啊，如果我这样切割开来，总共能分成多少小段呢？数一数，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总共能分成12小段。在这12小段当中，最长的有几段呢？看一看，哎，你会发现最长的是这里面的1号、4号、5号、8号、9号和12号，也就是说总共分成12小段，其中最长的有6小段。 OK， 题目应该完全理解了。那接下来呢，它是告诉我们322段里面有98段是最长的，让我们反过来求 M 和 N， 要求 M 加 N 的最大值。那一样的，我们还是可以从这个情景当中去找寻一下规律。大家观察一下，我在9等分和6等分当中，你说这黄色的刻度线和红色刻度线它们在分布的时候有没有什么特殊的位置是比较引人注目的呢？观察一下，哎，重合了，重合了，重合了，它总共有三个地方是完全重合的。哎，而这三个完全重合的刻度呢，正好把整根大木棍给它平均分成了1、2、3个一模一样的小部分。所以其实我们只要研究其中一个部分，最后再乘以3就可以了，这肯定很方便啊。那来想一个问题啊，为什么9等分和6等分结束之后，它可以把整个木棍给它平均分成三个一模一样的部分呢？为什么？其实也非常简单。首先我这个三，它肯定必然得是九的因数，必然也得是六的因数吧，那肯定是九和六的公共的因数，公共的因数。而它段数要尽可能多的话，那应该取其中最大的，所以应该是最大公因数。那九和六的最大公因数我们知道是等于三的，所以说整个木棍就可以平均分成三个一模一样的小部分，我们只要研究其中一个小部分再乘以三就可以了。那接下来研究一下其中一个小部分啊。首先第一件事情，总共分成几段呢？大家看最左边，1、2、3、4总共分成4小段，为什么会得到4小段呢？来想一想，观察一下，你会发现黄色部分呢是能分成3段的，接着在它内部出现了一个红色的刻度线，而这一个红色的刻度线应该会把一根给它分成2段，所以肯定可以再加上一段吧，所以是3+1=4。这个一呢指的是一个红色的刻度，那大家想想，如果有2个红色刻度，那就相当于再切2刀，切2刀应该会增加2小段吧。所以但凡在它内部有几个红色的刻度，它就会加上几。那接下来内部的红色刻度应该怎么求呢？我们想一想，红色刻度应该是把它2等分，那要2等分在中间应该只需要切1刀就可以了，2-1，所以应该是3+2-1，这样得到了一个4。
4再乘以3就可以了，总共是12小段。接着我们来研究一下最长的应该是怎么计算出来的呢？因为发现这边最长的应该是里面的1号和4号，而其中2号和3号呢，它不是最长的。那大家想一想，1号和4号其实就是一开始我用黄色刻度线分割出来的小段吧，所以如果我说我没有红色刻度线，那我最长的每一部分最长的应该有3段，没问题吧，应该有3段。紧接着如果在里面加上一些红色刻度线，每加一个红色刻度线应该就会破坏一根黄色的小段，我加一个红色刻度线就破坏一根，所以我这里面加了一根 红色刻度线，所以我就要减去一根。那红色刻度线我们说就是2减1，总共3个一样的部分，所以可以得到一个6。那通过这个简单的情景，实际上我们已经发现了，如果说我要计算总共有多少段的话，我可以先研究其中一部分，在这部分当中应该是黄色的段数加上红色的刻度数，然后再乘以总部分数就可以了。如果是求最长的应该怎么办，只要把加号改成减号就可以了。那对于这个题目它前面是未知数，那没有关系，我们可以用未知数来表示。打个比方，比如说 M 和 N 它们最大公因数等于 K， 那么在这个图当中我们应该是可以分为 K 段的。而对于每一段而言，比如每一段里面黄色的呢会总共分成 A 段，而红色会分成 B 段，那我们也想一想总的应该怎么算呀？ A 加上红色的刻度数，而刻度数应该是它的段数减去1，也就是 B 减1乘以 K 等于322，这是第一个方程。紧接着还有一个方程应该是 A 减去 B 减1再乘以 K 等于98，就搞定了。好，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列一下，当然在这里面会有一些要求，比如说如果 M 和 N 的最大公因数是 K 的话， M 是 K 的 A 倍， N 是 K 的 B 倍，那此时 A 跟 B 它要满足条件，它们必须要互质，因为如果 A 和 B 不互质的话，那么这个 M 和 N 的最大公因数它就不是 K 了啊，所以这个条件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接下来我们来解一解这个方程，这个方程就是 ABK 有三个未知数啊，所以只有两个方程没有办法通过常规方法解决，但没有关系，因为我们知道 ABK 它们三个数都是整数，所以既然是整数的话，大家想一想，比如来看这个简单一点的 K 乘一个整数得到 322，K 乘一个整数得到98，那说明什么？说明 K 应该是322的因数， K 也是98的因数，那说明 K 应该是322和98的公因数。我们可以先算一下，322和98的最大公因数应该是14，这说明 K 应该是14的因数。 K 是14的因数的话，那总共会有K 等于1，K 等于2，K 等于7，K 等于14，会有这么四种可能性。那我们来看一下，如果 K 等于1，那此时前面的两个中括号应该都能算出来吧，那我们可以把 A 和 B 都算出来。那算的时候有技巧，大家观察上面相当于两个数的和，下面是两个数的差，所以这是一个和差问题啊，直接口算啊。如果 K 等于1，
那么和是322，差是98，那么可以算出来 A 应该等于210。B 减一应该是112，那 B 应该等于113。那看一下，210和113，它们必须得互质，那这个情况一才能成立。看一看是否互质呢？是没有问题的，啊，所以此时 M 加 N 应该等于是 K 倍的，就一乘上括号210加113。等于323，啊，这是一个答案。接着我们来看一下情况二，如果 k 等于2，那此时 a 应该等于105 ，b 应该等于57。那105和57，你会发现它们肯定能同时除以3吧？那它们不互质啊，所以说要舍去，不行。再来看一下第三个情况。第三个情况 ，k 等于7，那 a 应该等于30，啊 ，b 应该等于112除以7，16，加一是17。那30和17呢，它们是完全互质的啊，所以此时 m 加 n 等于7乘上30加17，算出来是329。再来看最后一种情况 ，k 等于14。那 A 应该等于15 ，B 等于9。那15和9的话，它没有公因数 3，所以应该是不行的，舍去。那么可以看到，在这个题目当中，我们最终求出 M 加 N 实际上有两种情况，一种是323，一种是329吧。那它要求最大值，所以它应该是329就搞定了。回顾整个题目，我们也发现，第一个，如果说题目本身它描述的场景比较复杂，那我们可以用图来表示，帮助我们去理解。当然，这里面比较关键的一步是，我们通过找寻 M 和 N 的最大公因数，使得整一个木棍给它化为了局部一小段，相当于是化整体为局部的一个过程。总结一下，等间距多次切割问题可以利用最大公因数化整体为局部，只要研究其中一部分，把它规律找出来，哦，再乘以总共的部分数就可以了。你学会了吗？好，我们给大家来处理一道比较类似的，来看这个题目，说用红色刻度线平均分成2016小段，再用黄色刻度线平均分成630小段，按照刻度线把它平均，把它切割开来啊，把它切割开来，让我们求出这里面最长的部分总共有多少根，大家可以动手试一下。好，如果说你写完想核对一下答案的话，可以添加一下视频最后我们老师的个人联系方式。如果说你喜欢我的视频，那么请多多点赞、订阅、转发。各位同学，我们下期再见。